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，她是我尹思成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顾西西，你和我的婚礼就这么差劲吗？当然了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位男人？无论他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他疾病还是健康，我愿意。喂，妈。什么？你要回来？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儿媳妇是个什么人。你说，我都让你喜欢上我了，她是不是也会喜欢上我呀？当然了，你搞定了我，就等于搞定了全世界。我跟你说啊，世界上有两种生物是不可以捏肚子的，一个是猫咪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那你就是我的猫。老板，要两串变态辣鸡翅。我不能吃。什么身材管理、名媛公子，谁爱做谁去做，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做自己爱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不想你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自己。妈，您回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向您介绍，这位是……这位就是顾小姐吧？阿姨好。你想，我是她儿子，我喜欢你，她总会慢慢接受你的。儿子，你真以为妈是那种恶婆婆呀？那个顾西西确实不错，如果这次你是认真的，那往后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爱你。冰淇淋得陪我。整个人都是你的。谁要你啊？我要冰淇淋。你确定不要吗？要冰淇淋。不要我。要冰淇淋。不要我。冰淇淋。不要我。不要我。我的西西才走了8小时59分钟。如果你这么想顾小姐的话，就去看她呗。我见到她了。目前还是安全，可莫子欣怎么在这儿？既然你已经见到她了，就证明西西的确是去考察学习的。至于紧张成这样吗？学长，我还有一个小组作业没有做完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思辰。我在呢。那你肚子饿了吧？有没有想吃什么？我帮你买。小餐不是。喂，我现在在大楼里，你快点过来。喂，先生，我赶时间。顾西西。Hello 啊 ，Mr. Zoro。我错了，西西。我离不开你。从现在起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，尊重你。你要精致外貌。不过我觉得以 CJ 现在可能达不到外貌的基本标准。你们只要记住，这是外貌老板娘的项目。思辰，我想时尚庆典的事情你是跟谁合作的？ VCR 是我放的，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拆穿顾西西的真面目。可我不需要你这么做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外貌的总裁为了商业合作契约结婚，这条够劲爆吗？尹总，尹太太，网上流传的求婚契约是真的吗？你们假求婚是为了 Alex 的合约吗？所以你们之前都是假的呀。接下来群众可能会有些过激行为，所以西西你一定要冷静，不能冲动。截止到刚才，我们股价跌了9.7%。我还是有点担心西西。他就是因为他和尹思成假结婚，才导致股价大跌，害得我们血本无归。